他人呢？斗鱼怎么举报？斗鱼怎么举报主播？你想举报我吗？为什么？斗鱼怎么举报？你想举报谁？不会想举报你自己报。 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死哥打野吗？这我怎么玩？是啊，所以我说了，我玩那个萨拉斯。要不你早说呀，我可以给你萨拉斯，你可以玩那个。我可以给你那个萨拉斯。跳图了。玩瞎子中路也行。那他关了，怎么举报？激情色服吧。 完了，中单刀妹，我没了，海哥，我被扛的了。对面中单刀妹，我被扛的了，海哥。没截图啊？怎么举报？兄弟们，没截图怎么举报？什么没有截图？没什么。你到底在说啥呢？ 还有个我们上路在选那个哦，商单酒桶是什么东西啊？商单酒桶，玩不玩了是吧？我也不知道这人在干嘛。商单酒桶是来干嘛？要直接放上面吗？给天。嗯，算了，给他一个面子吧，不投诉他。 给他一个面子吧。等一下，这把先这把打完，这把先打。走不了，这边。哎，你打到几点？我都可以。那我这把打完就看情况，我明天12点要起床。OK， 哎，那个人的直播房间号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把打完去看一下。来，我来了。兄弟，我给你推荐一个贼好看的，要吗？ 你什么？哎，对，女主播。女主播，我现在都没时间看女主播。啊。你给我发，你发给我男的，我就去看。啊，是男的吧？是男的。那我不看，我没有时间看男主播，我要看女主播。阿一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听我讲。对面 ADC 刚才那个一直这把输了，你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这把输了，你别玩这个游戏。 可以吧？我给你房间号，我给你房间号。我操，太好看了吧，兄弟！什么东西？是不是阿一坤的直播间？是不是你们选手的直播间？不是，我不是想那个诋毁别人啊。有一说一，太好看了吧？嗨哥，你先。我操，还有退游戏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 这人来干嘛的？哎，对面有个盲网，还有那个盲网，还有一个。我给你发直播间号了，你大半夜你偷偷的下播了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偷偷的看。全拉我搬家。我异地都没有了，你不知道我是从家里回来的吗？他不拉厕所，偷偷打开手机看。你不知道我是从家里回来的吗？我已经不行了。大分大分，这里厕所旁边，这里一块那里一块，你知道吗？那里一块一块钱，太疯了。 跟我般配吗？兄弟们，把他崩了，般配都来了。别吧，艾克，你是我的，你不要。哦，我还是那个吧，就那个吧。艾克，你是我的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你是我的。别这样啊，艾克。 不是你，你跟我，你有跟我，我这种掉线故意不当不帮打野打野怪的吗？这样子的吗？没事，今天还有一把，我们第一把你还记得吗？两分钟进来，我们辅助两分钟进来。可以。我觉得啊，我要分开去大红。不要，你觉得？可以。我在追。啊！ 哎呦，为什么在我红 buff 啊？
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们双男掉线，他们摸进来了，看我们直播，看到我们双男掉线。Nice， 海哥，这波借口还行 ，F 六没了 ，F 六没了，海哥。滑不是我。海哥这波还行。你这波借口还行，两个都没想。对面打野都要三级了，你还在这里干嘛，艾克？我上去了。那个能抢到，我叫你爸爸。爸爸。爸爸！傻逼！看！爸爸！哎，看！要看吗？看！卖！别急！卖！弄啥吗？卖点！不是！要打架我可以帮他，我跑得快。我两秒 Q。你去打一个 KJ。我可以高虚弱，要吗？OK， 一抓不到，哎、太短了。啊，打野响了吗？刚才响了，跟我一样。OK， 打了我一会儿。哇，海哥 ，nice 啊！还行。没点了。还行。你是变态吗？怎么还在那里啊？哎，我盲 Q 了，我 Q 到我就上了，Q 不到算了。OK， 我以为你是变态呢。没有 ，Q 到就上了 ，Q 不到算了。他不会以为这样玩他就行了吧？下波出来可以抓着女的，等你出来。我要回家买装备。还想打断我这个人？这人最搞笑的是还想打断我。最关键的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去杀死哥的时候，有人给我点了个石头人的信号。谁啊？说到闪到石头人去了。谁啊？应该不是我吧？应该不是你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你。加油，艾哥，加油！我相信你，你是可以的，宝贝，加油！这波可以吗？这不行，线太多了，不行。我可以打的。别想了，我求你了，再把别人杀了。你说能打他的意思是空 Q 吗？还行。我来个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一直一边。他为什么还敢排这个？来，扶住。我笑了。但很后悔，不要再扶了。哇，好秀啊，兄弟们这个人。刚才他一技能，他 Q 技能被我一技能打断了，他不是死了？可以这样玩游戏的吗，哥们？哇！狂秀啊！等我六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一刀他死了，我在干嘛呢？真的，中路能虐吗？我就这么点血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，看他能不能升六级，他升不了六，可以吗？接来，六了，撤退，不行。我打龙吧，那我不回家看你。蓝四十秒，上面给个眼吗？我没眼。Sorry， 我没有眼。
下不来了吗？哦，看出来了。告诉阿一个怎么举报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怎么举报？什么怎么举报，兄弟们？无伤头死个大，十个在下，十个六，再说。来说，哎，大妹，大妹下去了，哥们。我选什么？哎呦呦，哥们，走走走，撤退。你看我这个圣女，就是我这圣女，哇，黑客啊！想，啊，没想，我笑死了。干你！笑了。他没想。不嘛。来说。没事。你瞎子还行啊，海哥，我给你三分。啊，你要过来，哎，我看一下下。杀他一波是不是？我被打野。这他有闪，他有闪。他在干嘛？没闪，杀辅助啊。要是我当他教练，我应该给他教。他死了。我想。嘿嘿，哎，这个。这刀妹太装逼了吧！四哥，我不想给你吃这个包车，我就不给你这个包车，恶心不？他可能在打合计，打完合计应该会开那个先锋，你们看吗？可以看，但我杀不死他。算了吧。他有闪吗？看就算。他没闪。玩不玩？哎，这玩不玩，兄弟们？对面下路过来了。你到底看不起我在阿斯什么？这么弱智？这个南下拿了最高经济，打了最低输出。看，他有秒表，好像被看到了。别看这，这个还在这里，我在吃。呵呵，玩不玩啊？哎，辅助直接去了，没办法，对面辅助过来，打野六个头还行。猫不会自己下不来，很难受。我会跟他打，上塔不会掉吧？算了。哎呦，没事，上塔没了，没事。我说这个人打我好痛，武器。等一下吧。是狼吧？他帮你打了。声音为什么哑了？昨天不是放假吗？回家。帮你打了。跟我老婆吵架了。昨天回家跟我老婆吵架了。我感觉中路要等我到才好装。可以，他说那没闪。昨天回家，然后跟老婆说我们今天吃什么东西。我跟他说我想吃火锅。他说他想吃那个烤肉。我说我就吃火锅。哎，到底是烤肉还是那个火锅，兄弟们？哎，你们，哎，真的兄弟们，你们能不能去唐山的那个微博 gank 一下他，告诉他到底是火锅还是烧烤，那个烤肉？那肯定不是那个火锅嘛，兄弟们。你多久？我有完了。上第一版才火。能不能去他微博那个给他？嗯，哥没上。我两秒 Q， 两秒 Q。我第一秒他死了。能不能告诉他，兄弟们，到底是火锅还是烧烤？烤肉。
那肯定是火锅嘛，兄弟们。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昨天跟我老婆吵架了，吵了一晚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打了这么多吧，是不是都是二打四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昨天晚上我们本来想发微博问那个粉丝，觉得不太好，因为昨天比赛输了嘛，然后觉得发微博问这个问题不太好，所以后来就说那还是别发了，还是不要发，过一段时间再发。你们能不能去唐山的微博那个跟他说，那个留言跟他说是火锅？哎，我没买鞋吗？哦，我没点鞋子。这个，还有个，这个。我再来，我刚来，我没打不了，五秒打不了。不要带节奏，不要听。私底下说一下。他没伤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子。死个大，死个大！哎，这十秒，十秒，十秒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笑死我！老师也不知道跟一下吗？哎呦，打完小龙跟一下，这不跟一下，他们女刀这波线吃不了。他有秒表。说实话，操作难度太高了。奥达，妲己，奥妲己。用他，他要用。一技能吗？啊，算了，买这个吧，不买黑切了。我买这个，感觉好一点。哦。永远只帮别人，不帮。救救我吗？最好不一样，终于有龙了，是吧？看我这。这把我在，来，这把我在拼命，你们没看出来吗？哎，你玩不玩？他没意。海哥，干他！哈哈哈哈！我相信你是可以的。哇！来扫！哎，小等啊！不是，你们不要在我直播间说，我直播间说他也没办法看到，兄弟们。去他微博留言啊！算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去他微博留言，免费帮他打广告。算了，这样免费帮他打广告，算了。打出来了呀！他都没有交广告费，算了。给速度打出来了呀！哎，西瓜妹妹，说实话有点那个。西瓜妹妹，不是。我每次看女主播，你们都去唐山的直播间说，我是、哦、我叫你们过去，你们就不过去，算了。是不是？所以状态不好，然后是不是？警告了我一个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他说那个什么？是不是我说的很有道理？我每次跟你们说不要过去，你们就过去；叫你们过去，你们就不过去。渣男。恐怖。哎，懂不懂？我不懂，这死个六杠一开局不是吗？然后又去给他送吗？哎，这些人就是这样子的。谁呀、啊？又不支援，操作又不好。是谁呀、啊？又喜欢送。AD 吗？大陆啊，这操作一点都不好，然后又喜欢在那里送。你看还不支援。我操，好凶啊！这个人，哇，有一百多个兵，他吸血吸回到满血了。这个人，嘿嘿 ，sorry， 他一百多血回到满血了，大哥。他们是我中单什么都没有。那边维鲁斯加这个东西肯定。干了吗？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扶住，干了吗？干个屁啊！这两个跟他骂你，我就把他屏蔽了。哎，我们相当是个酒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啊，相当酒桶 ，AP 酒桶。他们是挺好。哦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太好吃了。
哦，我被一点好猛！哇，九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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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好猛！哎，别！啊，鸡毛钉！哇，队友好猛啊，兄弟们！哇！除了我都很秀啊！ 来开了，来开了！疯了吗？你看我几滴血，一滴都没有了吗？四滴血。哈哈哈！我以为自己玩的很好吧，不就套了个盾吗？这个宝石怎么上？跟你互动啊！你跟他互动啊，大哥！他这人这么小，哇！还有一个，我们今天有机会拿到龙魂了，打了这么多把。 这把是唯一一把有机会，有没有闪？有，上路没用，直接死了。玩不玩？玩不玩？没事，没事。什么没事？玩不玩？玩！对面辅助这把这次是第几次来抓我的？ 玩！每次都是这样的，一技能中了就出事。我每次都是这样的，一技能中了就会出事。哎，锤是好兄弟。 锤石好兄弟呀，这都勾吗？啊，我吃不消这刀妹了，他为什么能这么装啊？没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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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闪。嗨哥，我挤了，我挤了。嗨哥，我挤了，嗨哥。我挤了，嗨哥。我挤了，嗨哥。啊，中路两个什么死了我？刀妹确实有点装逼。干他，干他。说实话，你又不是一个好东西。嗨哥。 说实话，你又不是好，你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，这应该知道吧？我走了，没 Q 了吧？再杀一个 AQ！ 哦，一有吗？一撞死他！哇！起飞九！我要不再踢一下？嗨哥，你还好吧？ 大龙 g a p 哇！我个屁啊！大龙给，你懒？呆闪了吗？呆闪了，跟我一样。OK。不会要被放旁吧，兄弟们，这把不会要被放旁吧？ 停住！哎，说实话，他那个1000血惩戒啊，
一千血，我们再往这里 Q 一下，他一千一千没 Q， 他没 Q， 一千多少？一千零五十，往这里 Q 一下，一个惩戒就没了。没事，我是想闪出去把他踢走的，哎，他那个时候刚好闪进了。嗨哥，说完了吗？看不清资源了，应该没，应该没。OK， 说完了吗？你讲这么多，所以结果是龙是我们带起他们的。对，他们的。OK。这不是你没闪，你在装什么？你没闪，你在装什么？那我还没装，他三点三那个。先吃吧。马上干主意，他说了。他去找你了，王博。王博，这个什么意思啊 ？OK。不是的。嘿嘿嘿，玩不完玩不完玩不完，这时候还是要靠自己搭排位，还是要靠自己。他求稳，他不想跟他互换，他怕被粉刷，他怕被粉刷。 Nice， 玩不完啊，玩不完。玩不完，玩不完，玩不完，滚滚滚！这游戏有点简单。这游戏太简单了。Easy game。这游戏太简单了，哎。我操，中单怎么那么简单？这个游戏。哎，我怎么大用了？我操，输了！我真的玩这个游戏都不知道怎么输，你们呢？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？我玩撸啊撸这个游戏都不知道怎么输。休息，没事。OK。那昨天为啥输了？昨天是知道的。嗯，今天不知道。昨天是，昨天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我说今天，哦，今天打排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昨天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大哥，能不能？哎，过去的事情能不能？舒服吗？啊！别再舒服了，别再喊舒服了，别再喊舒服了，我不舒服，一点都不舒服。过去的事情能不能让他过去，大哥，让他过去吧，行不行？你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你这种人，你跟女朋友分手了，还会对那个女朋友问他啊，你现在没有男朋友吧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已经结束了，大哥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这种人就是之后会这么做，我跟你讲。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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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不保护啊？保护，保护，保，不是我，不是我骂人，我跟你们说那个人，我刚那个人，我说那个人有一个人，大哥，真的，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吧，求求你了。哎，死哥没闪，死哥没闪，死哥没闪。没用啊！哎呦，这个一只垃圾英雄，一技能 CD 这么快，还玩什么鸡巴游戏呢？九八 K， 给我死 ！Sorry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死哥没闪，死哥没闪。哦，失败！哎，玩不玩？
这武器谁杀呀？到底这个阵容啊？碰到了。哦，这武器到底谁杀呀？哎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我打不死这个武器，武器猛的跟，这真的跟鬼一样，这个。这把不会要输吧？是已经要输了。这武器怎么处理啊？我们只有一个二倍流四可以打得死这个武器。等我等我等我，等我法穿吧。远古龙要说，这五龙拿到就能赢。但我五龙团没有那个法穿吧？哎，我们没有减治疗好像。哎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操！要保护 AD， 假的是太肥。武器杀不死，杀不死。贾克斯去下蛋了，我去上，我去上。哎 ，TP 了 ，TP 怎么回事啊？进哪了？我们这是双面口跟双面口。哦，他不开大吗？开了。五龙怎么办？这不开大。要不看这个吗？能杀吗？杀是肯定能杀，但大龙会掉。大来去大龙吗？去大龙吗？这大龙不能给，啊不大龙，五龙五龙五龙。刀妹没踢，我也没踢。这武器不掉血啊！哎，快跑快跑快！我有死个二。他们可能去打了。五箱，哦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不能给呀，给了就输了呀。只能抢。冲你米哥！啊！武器西巴拉金属，你跟我说冲没有用，抢到了没办法，是抢到了呀。你该做的事情你做到了，我该做的事情我也做到了，但还是赢不了啊。兄弟，别闪现！哦，会变一波吗？不会吧，新兵新兵。哇，这九欧童到底有屁用啊？干嘛、啊？哇，这人真的在干嘛呢？到底？哇，小兵没进了。清兵都那么难吗？他连 Q 二都不会。我应该想到了，我以为他们全部都在地图上。Bravo Bravo， 哇 ，Bravo， 兄弟 ，Bravo 兄弟，哇，这酒桶大哥操作真的牛逼。